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之后，国民党的主力被悉数消灭。负隅顽抗的蒋介石迁怒于敢于直言的各界人士，命毛人凤拟出清除异己的黑色名单，组成专事暗杀的闪电小组。中共上海地下党旋即组成曙光小组，启动营救方案。苏皖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灾民，再一次感谢上海各界的社会贤达，谢谢了，谢谢大家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嘉悦代表中洋公司捐助20000银元。哎呦，好啊！哎呀，20000银元呢？感谢中洋公司的郭经理慷慨解囊，我们凑齐了10万元整。时局艰危，天灾人祸，嘉悦的事业却能逆势上扬，这都是仰仗各位的捧场。赈灾救助是嘉悦和中洋公司应尽的义务，我想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在苏教授等社会精英的指导之下，我们一定可以迎来繁荣盛世。敌人是穷途末路，必然会困兽犹斗。老话说，黎明前是最黑暗的。领导下决心，组织曙光小组，就是出于这个考虑。我们在国防部的内线证实，他们密谋组建了闪电行动小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保密局上海站对此却毫不知情。组建这种方式违反常规，也决定了我们的曙光小组，无论是选材用人还是行动方式，必须要超乎寻常。余部长，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完全理解，完全接受。鉴于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和以往的斗争经验，我希望组织上能够郑重考虑，由我来负责这次曙光小组的行动。人选已经定了，你们绝对能够完美配合。你是说？风头独占的时候，难道还要悄悄地走？韩站长，实不相瞒，我有位老同学从远方过来，我得去火车站接他。上面对这次慈善募捐非常不满意，我真搞不懂，这个苏教授，他到底是北上赈灾，还是和共党勾结？我来。是送别，送别。啊，那您先忙着，嘉悦就先告辞了。恭送北上！恭送北上！带回民主！带回民主！
死你了！你呀，一点都没有变。还说我，你才一点都没变呢。哎呀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我先生黄龙杰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跟电话里说的一样吧？龙杰，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说的我的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郭佳悦。慧云天天念叨你。前面出事儿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上海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我亲自监管的人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非命，这都是谁干的？谁这么能干的？啊！这不是在抢青天白日的勋章吗？这件事儿，你们得给我仔细的去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严惩凶手！严惩凶手！揭露真相！揭露真相！严惩凶手！严惩凶手！这样一位呕心沥血的长者，自己不小心坠入火车轨道，你们信吗？谁相信的？我们不相信。我们认定这是一次暗杀，是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阴谋。我们要揭露真相。我们要揭露真相。我们要严惩凶手。我们要严惩凶手。现在昆明的李公朴、闻一多先生，不也遭遇一样的意外吗？其实啊，上海这种地方，更说不清楚了。算了。像政治这种东西也落不到我们小人物头上，你就别大惊小怪了，让郭小姐烦心。我才不会呢，都习惯了。嗨，现在这年月哪里不死人呀？佳悦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实了很多，是吗？这是生活所迫呀。哎，我呀早就没有棱角了。这一点呢，我认同郭小姐。只要买卖能顺利，老婆能安全，日子过得开心，别的就随他去吧。慧云，你真的好福气。哎呀，你看你先生对你多好呀，羡慕死我了。消消气儿。这事儿依我看啊，出不了五湖。也就是说，出不了军统这扇大门。但绝对不是咱们上海站的人，否则不会选在火车站。不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毛人凤他又派人来了，啊？居然在我们管辖的上海界杀人？否则西口那边早打电话过来追问了。是啊，那可是我们又得罪哪路大仙了？这事儿您得一分为二的看。您想这苏文渊是什么人？要是咱们动手，还真有点投鼠忌器。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。可问题是，民众的舆论可都扣在我们脑门上了。反正不是咱们干的，对于舆论就一个字儿：拖。不行。这事儿你还得给我查清楚。正宗的门神请回家了啊，驱鬼辟邪。正宗的门神来瞧一瞧看一看啊，正宗的门神驱鬼辟邪请回家了，财神呢？正宗的门神来请个门神回家了啊，请个门神回家了，驱鬼辟邪，驱鬼辟邪啊。不好了，苏教授遇害了。苏教授的死
一定是那个闪电小组送的。闪电小组？对，这是一股外来力量，他们刚到上海。那为什么韩天石要给他们打前站？不，韩天石不是给他们打前站。如果韩天石要动手，就不会在赈灾大会上现身。看来闪电小组连韩天石都没有得到风声。哦，对了，组织上决定怎么应对？组织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，代号曙光。那我们的任务呢？是执行者还是配合者？佳玉，这次任务可能超乎你的想象，这个小组由你来负责。我？对。有压力吗？压力一定是有的，不过请组织上放心，我一定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。香港铜锣湾丽晶园来的客人正等着海爷回话，他就让我说这么多。还有他提出单独跟你见面。快快请他进来。是。请进。晚辈黄龙杰，见过海爷。大道行车水走船，敢问客人来哪边？开门见山吧，我不是江湖中人，不做搬石头踩桑叶的事。那我孙子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们都下去了。是，下去，下去了。海爷，您不要误会，这东西是从您孙子身上借来的，他现在正和您儿媳妇在香港铜锣湾丽园过着开心日子。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个电话问。我也喜欢开门见山不绕弯。你既然这样上门，肯定会有来意。爽快一点，把你的身份和来意和盘托出吧。这个银锁是从西口转过来的。原来是军徒，怎么对付我海某人未成年的孙子还要军统出面？海爷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您的孙子现在安然无恙，不但他，还有您旧金山的卢夫人，东京的大儿子，甚至包括曼谷的私生子，以及你转到他们名下的财产，还有秘密账号，都安然无恙。不过时间长了，他就说不好了。算你们狠。其实这几年军统没少被共产党折腾，不过找几个人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海爷，你以为把家人和财产转到海外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辱骂党国、辱骂领袖吗？我海东青从青年时代给洋人做买办开始，没少给党国建设出力。但是做人应该有个底线，你不应该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，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按照约定，一个小时内我要去发几个电报，打几个电话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看这照片里的人，明天就剩你一个活人了。不但如此，你所有的房产和地产，国内的、国外的，甚至包括解放区的，
都将会更名易主。从明天起，你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哦，哦，这位，哦，这位先生，你，黄龙杰，黄先生，哦，还有时间，咱们再好好谈一谈，再谈谈。其实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应该知道现在也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后天就是您孙子的生日。多可爱的一个孩子，来到这个世上还没几年。还有你所有的家人，都要为你这些年口无遮拦付出死的代价。我明白你们真正的目的是我。没错，黄先生，请您跟你的上级说说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家产，所有的地皮，包括香港、美国的房产，我全部都交。海爷，我很同情你，不过在此之前，党国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机会了。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宣判死刑了。看，外面的空气多好啊！咱们出去透透气吧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先告辞了。我在下面等你。海爷是头晕眼花，身体不适才导致失足跌落的。太狡猾了，居然不用凶器就能置人于死地，这个对手可不简单。我拿这三个人照片给海爷家属看，他们都说那天来的客人不在其中，那个人的样子十分低调和落寞，是那种没有什么特征很难被人记得住的人。这倒是做一个天才特务必备的条件。哦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他说这个人是西南口音。西南口音？嗯。好，马上去大华旅社查一下，那里是云贵川旅客聚集的地方。好，我想查到以后就地安排行动。他们会很警觉的，一击不中再击可就难了。再动手就是真格的了。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那张牌，龙虎堂许爷。到底是神通广大的郭经理啊，这么紧俏的军用物资都信手拈来啊。要谢您甭谢我，就要谢那个管紧俏物资的人。我嘛，只不过是跑腿搭桥的。佳悦，你我都知道当前的局势，这些个东西多抢手啊。哎，这份人情我可欠不起，你开个价吧。现在我需要的不是钱，是人。什么人？
杀手，可以杀杀手的杀手。夏月动杀心，看来这个对手肯定是有来头。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许爷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是锦衣卫。韩天石的人。您知道我是为谁跑腿的，他的人我可不敢结梁子。不过就算在同一扇门里头，也有不是他的人。我接这档买卖那可是冒着风险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要帮我，也得想清楚了，这可是要担大风险的。别说了，佳悦，士为知己者死，你对我如此坦诚，我也绝不含糊。咱龙虎堂有的是不怕死的好汉。谢谢许爷。喂，冯杰啊。冯爷，我在公司呢，刚到公司有些忙，晚上就不回来陪你吃饭了。你也别忙了，好在隔壁就是老半宅，你自己点一些喜欢吃的。冯姐啊，你呀就别为我操心了，一会儿啊小柴、小钱还有佳悦过来陪我打麻将。那好啊，有几个死党陪着你我就放心了。晚上见，老婆。Hey!
几点了？龙姐也该来个电话了。这才刚到上海，他怎么就这么忙呢？慧云，就别担心了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我说慧云啊，我帮你说，你说如今在上海滩当老板的，哪个不忙得前脚扛后脚的？这点佳悦是最清楚不过了。是呀，我都快被累死了。要我说，这男人在外面忙一点不要紧，就怕他在外面出花头。慧云妹子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上海滩上可有不少狐狸精，你可要把你家的男人看紧一点。干嘛呀？干嘛吓唬他呀？人家先生可乖了，你以为跟你们家那位一样？来，打骰子，打骰子。好。哟，来，都在呢。龙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着急，这不是我的血。刚才回来的时候想买点点心，碰到流氓打架，真刀真枪的，幸好我躲得快，但是溅了一身血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陪大家玩，我去洗个澡啊，去吧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是啊。龙杰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泡个澡。慧云，帮我弄些吃的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年纪轻轻就投身于革命，为党国牺牲，请龙杰兄节哀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黑色名单，这上面的人都是上峰让我们除掉的败类，我负责上海方面的。这上海的刘志奇可是党国的元老，怎么总裁要对他下手？我只负责杀人和怎么杀人，我的手下无能，刚到上海就在保密局走漏了风声，希望得到同仁的协调帮助，可没想到刚出去他们就遇害了，所以说我不得不怀疑站上有人走漏了消息，这事关重大，所以说我只能从韩站长开始调查，因为您知道都是谁下的手。张耀，这颗子弹不是从我们常用的手枪里射出来的，上海滩也很少有人会用这种手枪。那是谁干的？这些都是上海帮会和外来势力联手做的一票。哪个帮派？许爷的龙虎堂。这外来势力是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杀手。许爷，
保密局那边来人了，说是有要事登门讨教。是韩站长吗？韩站长也只是引荐，看样子来头不小。黄龙杰，云南来的药商。韩站长对他呀宠爱有加，我想药商也是他的掩护身份。他会因何事而来？咱们前几天不是做了三个人吗？也是云南来的，这事是不是和他们有关？快，有请。是。黄先生，你我虽然素未谋面，但得韩站长引荐，老朽不敢怠慢，在特此恭候，请坐。黄先生，此来何事啊？既是韩站长的朋友，老朽定当鼎力相帮啊。我今天是来向许爷讨命的。你我未曾交往，更无怨仇，何来讨命之说呀？这几个人我不认识，老朽退隐多年，不再过问江湖之事。国难当头，党国义士奋勇坚持，百死不殆，却没想到腹背受敌，惨遭毒手，情何以堪，法何以容，国家栋梁毁于一旦。如果这件事没个交代的话，我只能平了你龙虎堂，给死去的同志讨个说法。黄先生，严重了吧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事已至此，老朽在身边无益，就请黄先生随便吧。韩站长交代过，说许爷是上海滩文人翘楚，我不为难你，但是谁动手杀了我的手下，我就要谁的命来偿。还请许爷清理门户，把所有凶手全都交出来。全，是你杀了我一名手下，对吗？是许爷让我们杀的。别他妈废话，要杀要剐，给老子个痛快！我成全你。之前杀的那个女人，她是我妹。组长，她可是许爷手下最厉害的杀手。眼下我们刚到上海，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，可否？是许爷出卖你的。
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案？好，我们保密局会全力配合。功劳是大家的，在下绝不吃独食。我就喜欢和聪明的人共事，比如你。闪电小组刚刚成立，还需要人手，望站长抽调一些骨干协助我的工作。这是名单。嗯，好。喂，叫林主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他马上就到。我还有个请求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请您对您的部下暂时不要公开我的名字。那我怎么介绍你啊？请进。金州。嗯。在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上海站特别行动小组上校组长。叫我苍龙吧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名字并不重要。苍龙组长真有见地，改名我也改个名字。我从小啊就老流两条黄龙鼻涕，干脆我叫黄龙得了。哎哎哎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上海站办公室主任林云平先生。苍龙组长要在上海执行代号为闪电行动的特殊任务，啊，要从我们这抽调几名骨干进行协助。除了你，另外还有三位同志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归属于闪电行动小组，听从苍龙组长的调遣。是。哟，打麻将刚好凑一桌啊，还都是老搭档。苍龙组长想的可真周到，谢谢谢啊。哎，是工作，不要开玩笑。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不在意他们玩什么。您瞧，这话说的有水平，牌品如人品。苍龙组长，以后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，我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好了，别胡扯了，你赶紧去通知另外三个人。拜见新长官。以后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打麻将不胡你前三把，但是以后我可就六亲不认。站长，我走了啊。好。有什么情况？刘志奇。国民党元老刘志奇，他很可能是下一个暗杀目标。你能确定？应该能确定，不过你们要尽快的到刘公馆把他保护起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也得抓紧时间，赶快拿到那个黑色名单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工作太被动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现在很荣幸的已经加入了闪电小组，是闪电小组的组长亲自发展我的。真的？对。那你见到他了？他究竟是谁？什么来路啊？哎，说不清楚。反正他告诉我他叫苍龙，但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。他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没摸清楚。哎，开心点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就是冤家了，啊，别搞错了。我才不会搞错呢。上一次我们是假扮夫妻，可这一回我们可是对手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他们现在开始怀疑我了。这次让我进入闪电小组，只是一个幌子，真实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监视我们几个。这么说，你暴露了？